我觉得每一天可以开怀大笑，就是一种幸福。他跟你说 A 选，我就开始。这个也可以开心。幸福就是找到好男人，心花朵朵开。幸福就是你能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，然后在工作里面可以得到成就感，然后在很累的时候可以有一杯咖啡。祝家人平安快乐健康。最开心的事是全家一起去旅游。那幸福就是父母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母，耶、yeah。幸福就是每天可以跟我的家人在一起，我们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的休息，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事。幸福是像你一样可以睡到自然醒，全家人可以常常在一起。幸福就是你爱的人跟爱你的人都快乐，带着身体很健康的妈妈出去看的是世界，不是一心呐。幸福是全家人，彼此相爱和乐。还有呢，吃布丁的时候也很幸福。幸福就是看见心爱的人脸上满足的笑容，健康的身体，每一天可以自由自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人人看着小孩健康长大，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。幸福就是愿意把爱给出去，能吃能睡，身体健康，能够去帮助人，能够去讨神的喜悦，把爱传出去，耶、yeah！ 心里的结打开了，然后脸上露出笑容的那一刻，我觉得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